想要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啊、哦。他拿着，然后他就你扔他，呜呜接，啪喝，嘘。Nice。不够喝啊，要抢啊！一瓶牛奶引发的血案。这个就是李承宪对的视频了啊！这个视频呢，它的名字就叫“分干通围”。分干什么？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分干通围啥意思？同位。同位。分干同位。对对对对。分干同位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的内容，是觉得我们每一个哥哥们都是有带着这种分干同威的一个心境。很棒很棒，谢谢承宪哥哥。我表了一个星星在八号的这首歌，巴他叫什么？巴拉贝勒，巴拉什么？达拉布曼。那个杜巴杜比拉杜比拉巴，我怎么办？我太平凡了。我觉得这个旋律好听，但这个有态度。对，潜力也是这个好潜力。因为这个，我们可以在里面做各种可能，还有舞蹈加在一起，然后各种风格可以融合在一起。601。我是觉得我不能在这首歌拿到一切。我们后面的那首歌是我们所有人要出战，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歌，我觉得麻烦会很大。Just give it to them and then get the other one. Yes. That's what I want. 601. 601. 赵文卓阵营，恭喜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李承铉阵营获得的是《你要跳舞吗》，依然是20秒。咱们拿了个跳舞的歌是吧？是的，对。也可以，我们也可以的。那个巴拉崩搭的那个歌词非常难。Crazy， 我喜欢只是因为它难。是，它很难，而且很特别，这样才可以拿分嘛。OK，Let's do it。我其实没有在担心我们的危险性。他在他的艺术领域是很顶尖的一些人。I'm interested, so I want to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把黑豹乐队全叫了。Oh, that is such a good weapon。可以啊 ，That might be cool。你觉得 OK？ 好，我信任你，兄弟。干一下。要要，你要跳舞吗？我不想跳舞了，这是。One two three， 你要跳舞跳舞吗？是不是没明白？不走了，没事没事，哥哥不重要，我们一直顺序不重要，没事没事。三位哥哥答应我们，同时用一个动作来回答一个问题。听不懂，听不懂。我们倒数3秒钟之后，三位。把手伸出来，把你那个数字同时伸出来告诉我们好吗？来 ，James， 听得懂哈？听懂。100。一半。OK。一半对。He didn't understand it。他没听懂这个。倒数3秒钟哈，来，3、2、1，小伟。哎 ，put up a five。Put up a five。James， put up a five。Are you feeling? Ready. You surpassed my expectations of what you were gonna put out for your dancing, man. Yo. For real. Good, good. Let's kill it, man.